嗨，大家好，欢迎来到看电影学中文的中高级课程，我是庆林。如果你是其他程度的学生，欢迎进入我们的频道观看其他视频。今天我们要继续聊聊《囧妈》这部电影。这部电影啊，是一部贺岁片，岁就是年的意思，贺岁片就是中国新年的时候看的电影。农历新年的时候，中国人最重视的就是和家人的团圆，囧妈讲的也正是家人之间的故事，所以这部电影也受到了很多好评。让我们赶紧开始今天的节目吧。为什么要锲而不舍地改造我？难道你没有发现吗？我并不是那个你想象中的儿子。你不是我儿子，你是谁的儿子啊？我要找你！你怎么一天都不乖呀你？我要让几天呀！快让我儿子进来！十米！现在就十米！最多九米！我们的主角徐一万本来是要去美国的，但是护照在他妈妈那儿。为了拿到护照，他上了去往俄罗斯莫斯科的火车。徐一万的妈妈是要去莫斯科参加歌唱比赛的，这火车可不得了，到俄罗斯啊，要一个星期呢。平时很少在一起相处的母子，现在要每天面对面，自然会闹出一些笑话，发生一些争吵。我们今天看到的对话就是很多争吵中的一次，我们一起来看吧。这怎么了？你脸怎么了？我在喝酒。你喝那么多酒会喝死的。我没喝多少。你爸就是喝酒喝死的。我跟你说我没喝多少。就我脑溢血，你再这么喝下去总有一天会跟他一样的。哎妈妈，我说话你耳朵听得见吗？我警告你，婚姻里面两个人都要有牺牲的。什么意思啊？你在外面是不是总是这样？我总是哪样啊？哎，这种事情不能让张璐知道的。张璐不知道啊？不，这是哪种事情啊？警钟长鸣啊，徐一万，你不要在外面貓三狗四、横七豎八的，做了一堆不着四六的事情，最后搞得乱七八糟，一塌糊涂的。不是你什么意思？你是在背惩罚口诀吗？你要当心点呀！哎，我真是受够了跟你吵！我根本就不应该上这辆火车，我根本就不应该陪你去莫斯科。你想干什么？我要逃离。你逃离？你逃到哪里去啊？我要浪迹天涯。浪迹天涯？你要跟那个女人吗？对。我们一会儿就下车了。啊，那个女人是不是在你酒里下了药了？对，她很可能是个贼。她把我心都偷走了。单独看这个对话可能有点奇怪，徐一万的妈妈为什么这么生气呢？因为这之前啊，徐一万跟火车上的一个俄罗斯美女一起吃饭聊天，被他妈妈看到了，妈妈觉得这样不太好，所以他就用了五个带数字的成语骂徐一万。Hello, we are so glad that you're enjoying this video so far, but you're not getting the full lesson here. The full lesson and the rest of this video are available on our site, ChinesePod.com. Give it a try and see how much more we have to offer.We have exercises, expanded examples, vocabulary, and downloadable material. You cannot get that here on YouTube. So, visit our website today, enter GRACE as the promo code, and get 20% off our premium subscriptions. I'll see you at ChinesePod.com. But hurry, only the first 300 subscribers are allowed to redeem this deal.Use promo code GRACE for 20% off your entire premium subscription and launch your real learning experience. ChinesePod, ChinesePod.